仙女心系光之理事会讯息，一份来自仙女心系人的邀请。我们是仙女心系光之理事会，我们非常高兴与人类联系，我们一直和你们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确切地知道人类在做什么。我们也希望你们认识到，这意味着外太空是虚构的，距离是一种错觉，你们众所周知的分离是一种幻觉。因此，如果你们想跟我们联系，你们也可以进入自己的内心，你们可以找到你们内在的仙女星系，你们可以放弃你们必须穿越太空才能体验到不同实相的想法。情况不会仅仅因为你们到了另一个星系的另一个星球上就变得更好。你们现在要开始体验所有疆域，但你们必须说服自己，事实上是有可能这么做的。你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你们的确在这么做，但你们认为这只发生在你们睡着的时候。事实上，你们每时每刻都在体验着不同的实相。你们中那些真正清醒的人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正在从源头提供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广泛的可能性排列中做选择。你们不必选择你们的父母所选择的东西，你们不必选择你们所在的社区中的其他人所选择的东西，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以及自己的认知来选择，即你们有能力前往你们下一步想要体验的任何一个疆域。那么，你们是否让自己轻松地做这件事？是，也不是。这很容易，因为你们不需要有很多钱，你们不需要一项特别的技术，你们不需要数十年的训练，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想要探索你们自己意识的意愿。你们可以通过改变你们感知自己当前正在体验的实相的方式来开始这样做，而这一切所带来的美妙的副产品，就是你们现在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你们不需要等待任何事的发生，或任何人的到来。你们不必等待一个事件或一次太阳闪焰。你们不必等待金融崩溃或大规模的飞船登陆。你们体内有工具，你们的周围也都有说明书，有很多人已经做到了，而且是成功的做到了，他们已经准备好并愿意教你们如何去做。把他们找出来，他们很容易被那些真正渴望连接到其他疆域、其他维度、其他星系和其他存有的人发现。我们在这里是作为你们能做什么和你们能成为什么的榜样，但我们并不见得比你们更优秀，我们只是更善于专注。此时我们已经把自己聚焦于这个传讯渠道上，这个载体上，因为它开放自己供我们使用。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同样的事，你们此时此地就可以前往仙女星系。我们正在向你们每一个正在接收这则传讯的人发出邀请，不管你们什么时候收到它，我们欢迎你们，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愿意与你们联系，并带你们到我们的疆域。我们只是在寻找有意向参与的人。我们是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我们很乐意为你们大家服务。